这些实拍镜头是剧组真的砸了一座桥吗？当然不可能，实际上它只是一段微缩模型。做这个模型的团队还做过《剪刀手爱德华》《第五元素》等等。对于电影工业来说，完善的配套非常重要。它的水泥实际上用的是石膏，中间预埋火药，整体结构由钢材支撑。整个桥宽一米，高三米，一百米长，跟剧组人员在一起对比是这个样子的。桥在水里面安装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一天有9个小时都待在水里面。最狠的是，这个爆炸必须一次成功不说，他还必须精确控制车辆爆炸的时机、被炸起和掉落的位置，让拍出来的画面和前后实拍大桥的布景一致。没错，画面右边这座被炸断的断桥也是实景，而且是真桥。那它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座桥其实真实存在，断的那一节曾经是这样。之所以有这么个结构，是为了让高于桥身的船通过的时候它可以转过来。后来它旁边又新建了一座这样的桥，老桥那节可以转动的部分自然就被拆掉了。卡梅隆就是利用这座桥被拆掉的80米缺口，打造了这段非常震撼的实拍镜头。